光柳右庄别组 Q 了，一看你就是新观众，而且你是一个新的忠实观众。办张卡吧，我看你14级了，搁斗鱼啊。石头人怎么加点儿，怎么出装，完全取决于他怎么点天赋和打什么英雄。他也不灭呀！我拍地板平 A。啊好，我不想关门，我等个包皮，拍地板。哎呀，我不灭，我就不能 A 你，是不是？拍地板 A 加 W 平 A 平 A 平 A，怎么那小鬼了不起啊？拍地板平 A，小鬼了不起。我刚看完僵尸，我告诉你，我治你还不简单，小伙子，什么东西这是？Q 一下，来 Q 我。拍地板平 A，A 不出来，别，闪现来，不灭 A 一下，闪现走。我其实本来我不会死，我跟你们说，那凯隐卡了我一下位置，把我位置一下卡住了，一下这个人把我位置给我卡住了，我就没办法跑了，他给我卡了一下位，哎，我都岔悟了，真是的。不是装，你自己回去看回放。本来我直着走能走，他啪在这地方卡着我，卡了我一下背，你知道吧？我直接闪剑圣也 A 不着我，给我卡背了。剑圣有闪有 Q 有个屁呀！有闪有 Q，他最多有个闪现，他 Q 都用了，上哪闪？上哪 Q 呢？他闪现又打不死我，我本来想极限勾引一波，我 W 一下，A 不变拍地板，Q 一下，W 拍地板。来自地底的友军。等个咳着。哎，为什么咳着没了呀？我觉得他这个圈儿吧，应该给钱。Q 平 A 平 A 平 A。拍地板，再 A，再 A，再 A 接个 Q，谢谢。有的时候吧，我只是想表达一下内心的想法，你知道吗？但我并不会去说我的队友，我的队友呢，他也听不见，能听见的呢，就只有你们。那打游戏还不让人说句话了，真是的，对不对？还能说话都不行了，管的是不是有点多了？那你难受的时候，你还不想发泄发泄，还得憋着。Q 我是吧？Q 我。这些岛屿的死人们。走了，我溜了。哎呀，差100块钱，我看有没有屎吃。我吃口屎。
什么意思？嗯？岛屿会记住的。我可生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假。跑回家。罪业的胜利。没用，我有壳子。本将。石头人在有壳子的时候是不会被打断回家的。再来座坟墓如何？你感觉这个掘墓只有两个技能，什么技能？怎么这么狂妄狂妄狂妄，叮当的巴的，这还想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小伙子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我不知道你给我跑什么玩意儿呢，你掏我点盐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他剑圣，剑圣要干什么？剑圣，你打死我来，为什么不打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打我？我又不又，嗯，我又不又。剑圣在没有真实伤害的时候打我们，就等于刮痧，知道吧？我还 Q 个车，我气死你！别别别别别别别！嗯，必须挖下去。回家军团盾。我不想出军团，我这军团真没用啊，这玩意儿咋那么贵呢？这军团盾呢，军团为什么1500块钱呢？好贵哟、哦、30点护甲。要与你的步出兵权不行，虽然比较大吧，但是没啥伤害，那石头人没伤害就只能挨揍。石头人为啥厉害呀？因为日炎有虚区呀、啊。关一下门。这拆不掉不行，我得拿针眼给它拔了。嗯，我回来，回来，打我是不是啊？打我啊！哎呦我，打我！我先打你儿子，啊！哎我操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点盐，这。
谢，没闪出来。哎呀，哎呦，一换一可以接受。快钻入他的身体，一直在这吸你呢啊、哦！我跟你说，一直在这吸你呢，给你吸死了吧？嗯。剑圣是真烦人呐，来了一遍又一遍的。下边你再来啊、哦！我告诉你，小剑圣，刚才我没回家。你不找我来是吧？我找你去。我先把，我不的，我找他去。我今天不找到这个剑圣，把他杀了，我就不叫蓝炼汉。我让你赶赶我。先打你个蓝 buff。绝木有红哎，摧毁诅咒，我不一定能打得过这绝木人呢，我感觉他百分比掉血啊。不得不得不得，这石头人有日炎，谁都打得过，不可能打不过，来吧。他打不动我们，我们主要虚虚来源就是日炎。剑圣来了是吧？剑圣，嗯，剑圣。给我钻入他的身体。你还不死，躲我大招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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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他媳妇儿！给我杀他！给我杀他人！靠我点盐是吧？你咋又死了呢你？你可真能送啊！我发现呢。老有点盐呢，这人。漂亮，这点盐太烦了，这点盐不受护甲魔抗干扰，必点我这么多血，烦死了。这点盐你玩儿呢跟我是不是？这蛤蟆怎么杀？这波不是我的锅，怎么就我的锅了呢？这怎么投降了呢？石头人空大不常事吗？你没空过大呀？别给我犟嘴啊！别给我犟嘴，说没空过。